手机中国新闻，近日，微博上一知名大 V 科技美学爆料，9月中旬小米可能还会有场发布会，将推一款重量级新机，其售价有望重回标志性的1999元。而在今日又外媒曝光了一款名为 MI8U 的设备，或许就是本月将发的新品，疑似小米8青春版包装盒。据爆料，这款产品有 4G 加 64G、6G 加 64G 和 6G 加 128G 三种内存配置，以及太空灰、金和蓝三种配色。结合之前在国内网络流出的疑似包装和照片，相信外媒所指的新机就是这款小米8青春版。科技美学微博爆料，目前市面上热销的小米 8S 与小米8售价分别是1799元起和2699元起，中间相隔近700元，对应的价格空档完全可以通过一款新品来填补。而当年的小米手机一再定价1999元的情况下成功打响名号，对于诸多米粉和消费者而言，该价格也有着别样的意义。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小米8青春版就是小米重打1999标志牌的先锋，同时小米8青春版也将成为小米多年之后再一次以青春命名的手机。